飞机上了。我们呢，现在要出发了，去墨尔本。莫名其妙的出发，就快是9个小时的航班。对，庆幸有 Air Asia 这个这么舒服的商务舱。哎，我们第一次坐商务舱，哎，好开心哦！刷过我们了，我们真的是刷过。你看那空间，超大的，好爽。然后呢，空间这边的人呢，也就少少，有我们最熟悉的嘉怡。我们一起第一次一起出国。然后睡觉。你看你隔壁有一个 vlogger， 手机脚架。我的男朋友。我带男朋友来了，带男朋友来了。作为商务舱哦，还会给一个小被子，然后呢，也会给小枕头。你看我隔壁的睡这么爽，这。买给我们的 Long Black， 各位，我已经换装完毕了，但我口红还很差。哇，现在的 Melbourne 天气超爽的，我现在的角度会很奇怪。我们拿着行李箱，然后要走去搭巴士。现在呢，只有你站在太阳底下的感觉是热之外，很冷。刚才我也没有穿到非常非常爽。真真。好才有穿一个腿袜，不然真的好冷。Melbourne， 好酷哦！我们坐着那个巴士，然后呢，有专门放着我们行李的一个小柜子。我是真的第一次跟大家那种这样多，好像旅行，好像旅行团这样。高人就这样子哦，上车了这样子，大家都这样坐下。这个妆好像很不一样。我们的行李箱就在后面这样跟着，好可爱哟、哦！假装喝咖啡啊！我们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第一个去的地方是 Geelong Beach， 好厉害哦！还要先 packing 我们的行李的那个 box。哦，我们下车了，好凉哦。对啊，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没有到非常冷。你看这边的都绿油油的，天哪！来这里哦，就是会有一种放松心情的感觉。这里最著名的呢，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些木头啊，然后还是用艺术家彩绘的。其实还有更多的，但是呢，我们只有6分钟，没办法带你们去看更多的那种木头人。其实好像更多人会在傍晚的时间来，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小翻飞，哦，有很多那种早上的虫子。现在有15度，虽然讲没有到非常非常冷，但还是冷的。Thank you。前几天有人在我的那个影片下面留言讲很想念书生改改，我还想起我有书生改改，你知道吗？他已经不是书生改改那个年代人了呀。书生改改的主要的呢就是穿搭跟拍照，但是呢拍照的话我大概这边的话也没有太多时间，我等下再找一些地方来拍照。那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穿搭。我的穿搭呢
是这样，你帮我拿好不好？就是上面是一个小 crop top 的西装，然后呢，下面是一个小裙子，比较属于低腰的。最近比较流行就是低腰风嘛。然后呢，我的包包 Lancome 超可爱的。再来我的鞋子，这是我近期最爱的鞋子 Adidas Nora。我真的是对于平底鞋那种比较复古的完全没有抵抗力，这双太好看了，给大家看多一次。你看。它的颜色搭配就是很经典的蓝红色。走着走着，我们就到了这边的码头。然后它这边蛮著名的是这个门口，这里很不错哎。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公园，然后前面又有帆飞，前面这边又有码头，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比较综合的，什么都有。我觉得时间再久一点可能会比较好啦。给我们六分钟这样玩哦，这就是不是自由行的一个难题吧？还是可以看到很美的东西啦。太长，我很敬业的在拍摄。我呢就是比较 chill 的。我们现在到我们的午餐地点，叫 Jack Rabbit。这是我们的位置啦，这里好漂亮哦。哇，就是一大片的那个草原这样子，然后天啊，就是那种电影会看到的地方哎，就是大大的草原，然后一个小木屋这样子。哦，这个风景超美的，大家都趁着食物到，有的拍赶快拍。我给你看，我来定，来 photo。哦 ，OK。哇 ，Thank you。Couple photo. Oh, no kiss. No kiss. Three one more. 我叫的早餐到了。嗯，为什么这么中式？还有药材味道。是不是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I'm gonna take a video. 为什么可以这么大份？哇！我觉得我蛤蜊耶 ，Oh my god！ 当美美，我吃到。呀，我们现在已经吃饱了，然后呢，整体来讲，我非常推荐大家来这个 Jack Rabbit Restaurant， 它东西好吃之外呢，风景也很好，很好拍照那一些。这里离 Melbourne 其实有一大段距离的，因为它属于。比较靠海岸边的，然后现在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了看海豚的地方，这里可以看到那个海豚，然后其实这里是可以 dive 的 snorkeling， 然后我们应该是要看这个 sightseeing tour， 12:30，哇，这个 view 超漂亮的哎，就是很多船哦在一起，然后蓝天白云这样子。然后呢，刚刚我不是冷到半死，但是现在接近就是中午啊，太阳非常大的时候就完全不冷啊，而且是有点暖的那种。我觉得这里跟那个哪里好像哦，跟 Paris 一样，因为 Paris 也是太阳有在的时候其实是不冷的。我们有导游带我们去见海豚啦，我们像毕业旅行这样。哇，超好看，乖，超好看的。Watch out, watch out.哎，还会摇。我们现在就是前往去看东非了，好棒！看，哇，很爽耶！哇，我有上伞成功！停在一个边边，这里好大哦，好漂亮！啊哈，好可爱！啊，海狗，这边有一个海狮，这是海狮还是海狗？海狗，你看到吗？竟然有海狗在这里，很可爱！黑色的东西，我以为什么草啊？哦，全部在上面呢。为什么我那在笑这样？老笑，很水。哦吼吼吼吼 ！Thank you。啊，有个在上面，哎，有个在海里面。哇！很好吃哦。
三拜呢，是魔鬼云啊。应该老师，应该老师。各位开赛了，我们没有看到 Dolphin， 他们讲 Dolphin 没有出来，然后有跑走了，所以就今天没有看到 Dolphin 了。但是有看到我最爱的海狗 ，OK 啦，算 approve 啦。Yeah， 我们现在就到了我们的不算酒店，算resort。Yeah, resort， 这是 Great Ocean Road 这边的 resort。我们现在坐这间，它里面长这样子。Hello, hello, welcome, welcome。里面整个就是木地风，哎呀，里面整个这边很像 villa， 就是 resort， 就是度假屋这样子。给你们看，它有三张床，看一下厕所如何。哦，是我喜欢的，干干净净的。哎，很美啊，厕所。而且里面很舒，外面很舒服哎。它这里啊有游泳池，有 dream room， 还有跳跳床，跳跳床。所以我们等一下想要去 dream room， 不是现在啦。我们现在呢就来到酒店这里的 restaurant 吃晚餐，好漂亮哦。我们有包厢哎。呀，我们有包厢哎。哇！哇！每个人在赞叹我，赞叹我的食物。哇！大家对我的食物很兴奋。嗯哼。我决定了，我的虾子不要给你换。哇！哦！哇！哇！酱猪，你吃了没？没生的。哇，很新鲜。Hello， 这都是生的。嗯，我们对，就是叫的鸡肉。鸡胸。点错？我没有点错，就是要硬吃。来没有不然就要吃袋鼠哈，但是它的肉有点红哎喂。OK 啊 OK 啊，我宰一个小块的。来买个铺。这看起来小块，这看起来小块，就好。对。好吃好吃。一定是。哎。好有哎，它有点像羊肉感觉，有点像，可能也像牛肉，只是它有熟它一个味道，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啊？袋鼠跳的。耶、yeah, ，各位早安！ Yeah, 第二天的 Australia， 我们也拍 vlog。我们现在来了之前也来过的地方，就是整个 Australia 的整个海头。我们来的时候是不是算是夏天，也是秋天？我记得也是。也是冷啊，我记得。也记得是冷的，还有惬意哦，他们。我们在这里吃面包，好惬意。是吃早餐吗？啊，就是这个啦，最著名的地标。Great Ocean Road， 好喜欢这种路边的那种树木草草的，好漂亮。今天天气不是那么好，大阴天。OK 吗？还有我学得很深吗？大阴天。对，我们下车来到这个 Teddy Lookout， 来，我的导游。我就会看那个 itinerary， 我记得这边是可以拍到有海又有山的地方。好的，就是一个山景。OK， 现在这个天气不是很冷，我穿长袖都觉得有一点点刚好而已。忘记跟大家介绍我的 outfit， 我的 outfit 今天叫洞洞装。这个很像那个你给傻牛啊塞零食啊，他找零食的那个东西。没有，这个图片看起来比较好看，我觉得穿起来没有这样好看。哇，来到海边就是好疗愈。我们现在在类似山边。悬崖边，哎，有没有？还是 cute。Hello， 看小便，那很可爱呀、啊，脸色好美哦。我们刚拍完照哦，吹一下海风，现在要上车了。Yeah， 我们下到路边，然后呢，来拍这个风景的照。各位都在很专业的拍自己的东西，很漂亮。它今天浪超级无敌大，哇！呵，吓死！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间 Asian 的 food， 叫 Asian Star Shop。然后它这个店呢，就叫 Chopstick Asian， 就主要是卖中式。那刚刚问我们，要吃 Western food 还是 Asian food 呢？我就讲了我要吃 Asian food， 现在我们就来了呀！太好了，各位。没想到第二天就可以吃 Asian food 了，哈哈！之前我们撑到第五天，希望每一天都可以吃 Asian food。它的装潢是比较日式的，这个是 Australian satay， 然后是炸鸡的，你要吃吗？要，你吃一口，你帮我 review 一下。我觉得是那个 master， 这里我看我准备要吃，好。什么玩鸡肉啊？鸡肉炸鸡。这个炸鸡很不美，这炸鸡啊。我觉得它是随便串起来的，我叫沙爹。应该录啊。好，我们的食物到了，我叫的是猪排肉，可是很还是很 western 呢、欸。这个有翻哦，有翻。对，so还是很 western 的。你闻到吗？我觉得 OK 吧。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叫 Redwood Pinny Area， 就是呢，等一下会带你们去到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树根，就是它的树根就是非常大，然后很漂亮哦。这里，等一下我们会进去这里，哦，有点震撼哦 ，California Redwood， 这根这。自由女神像有93米，这个的话接近115.6米。哇，你像小矮人这样。哇，这些我们来这边聊这边哦。对啊，很像那个什么地方啊？那个的肉眼呢，叫 Jungle Game 嘛。好像游戏画面呢。对哦，很美，现在的也美了，真的很美。美到很像假的这样，看外面其实没有什么冷啊，里面我穿了羽绒衣哦，也是超冷的那种，但是真的好漂亮，一个溪，小溪 ，OK， 我要去拍照啊，哦，这里有比较那种乱乱一点的，那我的摄影师要指使我啊，心脏有看到草，我们来这边拍照呢，低角度会比较，哈，因为我们现在在追太阳，远一点，不能这样近了。各位，我们要做一件非常兴奋的事喽！我们要去搭直升机了，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次搭。我们搭的会是那个红色的直升机。上一次来呢，我们只是路过而已，然后那时候也是有讲过，啊，好想搭一次哦。结果今天就来了。哎，好哎，今天的天气很不错。哎，你们有看到这边有一个月亮吗？我不止在这里吗？这里。超漂亮的，这边就是太阳，这里就是月亮。我们就换了一套衣服下来，给你们看我的衣服。我的是一个高领的 CK， 然后呢，裤子也是 CK 的。我变 CK 的咖喱了，但是我的裤子这个是低腰的，所以我现在扶着一圈。Oh my god， 漂亮！你看 ，Oh my god， 好漂亮哦，帅哥美女，哇，机长是帅哥哎，这个 pilot 都好帅哦，好帅哦 ，OK， 哦，原来这个是全身时装的 ，Oh no， this is my boarding pass。等一下我们会搭这个哦。现在是他们这一家人要进去，小孩好可爱呀、啊！我们现在要穿一个 life jacket。我跟你说，这里的风景就是一望无际的，很漂亮。以前呢，我看的那些风景啊，一望无际的那种哦，就是海边。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那种草原类的，超漂亮。大家就是要用肉眼才可以看出它的漂亮跟美。他在跟我们讲安全规则。好帅哦！一两起飞了。
住了，这台是我们坐的飞机。你们准备好下水了没有？会下水哈？会，会哦。喂，赶紧开门给下。觉得体验蛮好玩的嘞，好玩好玩，就真的是很漂亮啊！今天天气真的很漂亮，我们真的算幸运了，我觉得。真的，而且太阳超美，风景超美，天空超美，今天一切都很 perfect， 那种雾连雾都没有，所以我们的肉眼看到都是一清二楚，超漂亮。然后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就是看那个在转弯的时候，就有点紧张。哎，陆千你上，巴拉冰巴拉蹦啊！谢谢，谢谢你，哎，我的心是有你在。幸福还在。OK OK OK。他一直很想要跳那个叮叮当当。那我们要去这个地方了，那个蛇门。想当年我们真的走了很久，而且我们赶时间。那这一次应该没人催我们了。我记得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天气超不好的。对，没有太阳。然后又阴暗暗的。其实阴暗都不错了，下雨才叫天气不好。这个 warning 有点可怕、啊。Unstable cliff。想到像哦，谁还要来呢？小心有蛇，然后那个悬崖是不稳固的，有点害怕、欸。不得不说，年纪是一个问题。好累了，走几步路吧。就是这些小石头哦，什么小石头很大哎。我们这边角度看小石头，就是他们讲那个十二门徒啦。现在来要晚餐了。一道菜是芦笋。芦笋，你那个做什么嘞？好像糖醋肉。八碟，八碟啊，也是八碟菜。对啊，就很奇怪。我们吃的是这个鱼，它那个 sauce garlic sauce。Yeah. 各位，我们现在呢，就是在 ferry 上面，我想要大便。So。我到好边了，我再跟你们看整个 ferry 好不好？帮书生看看上面有什么东西，上面就是一个户外的感觉，然后有室内。哇、哦，它的 rooftop 喂，很美嘞，是漂亮的喂。哇，真的哇哇叫，你们看，看起来很抓酷啊我们。但是我觉得这个 ferry 是看起来蛮高级一下的。船开始移动了，然后因为书生在大便，所以这个 vlog 交给我继续主持。这个船很平稳诶，感觉就不是晕船药，而且那边还有一堆美女。各位好呀，我回来了。这个 ferry 好大哦，忘记跟大家讲我今天的 outfit 诶。这个 outfit 就是一样百年穿不腻的 CK 外套，里面一个很厚的衣服，这边是内衣，那个内衣里面是 CK 的，对，还有一个灰色过裤啊，西装过裤啊。可以这样。哦 ，Jenny 风啊。那个这样子，哎 ，OK 哦。我们看一张美照后的幕后工程啦、啊，然后这个人是在骂人。我们现在进到 ferry 里面，带你们去看看，它里面呢有一个小室内，我刚刚就在里面大便的。耶，进来了。它这边下面还有卖东西哦，然后有一个小小的贩卖铺，贩卖几张，卖食物。这个丑丑的鱼，也挺好笑的。啊，这个很 cute。Stress ball， 拍子拍子。很 cute。找到一个绝世美味。这里很漂亮哎。真的很漂亮啊，这个。它有点像那种英国的地方，你看这边多漂亮。没有觉得我很文艺的感觉。他们的宠物都可以带上车，你看，好可爱。不懂我们的国家有没有可能？
我们现在到了下一个景点，就是呢，我们到这个伊哥，然后我们要坐缆车。什么时候这个照片才会在上面呢？应该是不会了。我们要坐这个，其实还有两个不同的那个厂，这个是已经盖起来了，但我们要拿通的，就是完全可以看出去外面的。上车了。还有是有你说，呜呼！各位圣诞节快乐！我们的百万 YouTuber 是很专业的，就在我前面拍 vlog， 我帮熟人拍素材。我们百万 YouTuber 是很专业的，他的屁股也是很敬业 ，pose 也要到位。哇，很漂亮哎！哦，我好喜欢这种树木的感觉哦。哦，有鸭子，鸭子在这里，在这里。哇，这个 view 真的是太棒了吧！这边的 view 跟我们之前坐的缆车很不一样哎，没有，我们之前坐的缆车啊，下面都是一片树林。对啊。嗯，这边有海，有看到屋子，有看到公路啊，那一种有比较一点不一样。而且还是空的，太棒了吧！我第一次坐空的。Yay， 到啦 ！Thank you。看到吗？我们照片在这里，哈哈。哇，这个叔叔很可爱哎。加过。我是很开心的。加过。好，看到这只狗啊，超胖的，但它超可爱。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吃饭的地方，而且这吃饭的地方风景超级无敌漂亮。这个地方应该没有错的话，就是叫 Petilio Estate Sculpture Park。哇，这里好漂亮啊！给大家看，赞！看到吗？这个 cow 在这里，好漂亮啊！本人哦，我 order 了一个 hot chocolate。对，这个东西呢很好吃，它就是一个是我很喜欢那种致癌物那种感觉，脆脆的。它是什么 toasted flat bread， 然后还有那个 anchovy butter， 给你们听一下那个声音，它很皮哦，超级脆的，很好吃。 oyster， 好，哇，很新鲜。等，我要改一个音乐，我们等了差不多好久好久。耶耶，这个是我们的 lobster bun， 还有那个鱼子酱卡比亚。我觉得它的面包烤得非常有均匀的颜色，感觉很好吃耶，它的面包。我觉得这面包没有比那个面包好吃，很普通，很普通。我们现在拿到票了，这个票只可以进来一次，然后呢，进来一次过后就不能再出去，就是再出去你就不能进来了。这边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久坐的地方，然后食物的话就吃那一个面包就好了，那个面包特别好吃，水那些就普普通通哦，因为它这边其实是一个酒庄来的，所以大家来这边都是很 chill 的，来这边喝酒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现在想要跟这个 cos 拍照，他拿着那个叫什么名啊？那个卡通芝麻街什么？我不懂英文啊。呀，不懂英文，我只懂那个什么芝麻街。谢谢开门人。这个是刚刚那个 Sculpture Park 的价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里是很值得来的，如果你又爱喝酒的话，这里又更值得来了。我们现在要去温泉 Hot Spring， 我们现在要等待下一个旅途。我们现在到的一个地方呢，是一个泡温泉的地方。我不能泡，因为我还在 on period。我们在的就是这个 Peninsula Hot Spring， 然后它有分很多个 island， 哇，很多个 island， 然后是还有 coming soon 的。这里好舒服哦。重点是哦，这个 hot spring 很大。那它有很多个 area 的，它这边的环境是很舒服的哎，就是在野外这样，然后你会感觉你自己在森林里面泡水那种感觉。我觉得环境真的是100分。对，因为他们有那种小鸟，那些也是会在里面的，很漂亮。Hilltop 这边应该是最高，然后风景真哇！如果马来西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哇！哇，这风景也太好看了吧！但是这里只可以待10分钟。对，我只想拍照吧，各位。但是人太多，我要排队。太多了 ，Are you sure？ 哇！冷了，很冷了，你们看到不？现在还一个人，还剩下了，还
很好啊，很好。我们大概在这个地方走了有20分钟。其实不是我想讲啊，刚刚我已经明示暗示走快点，我很干，我要中暑啊。结果还在带我们走，然后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下去，一群很想下去的人类。叔叔拜拜。他讲这个脚是按摩的啦，可是明明觉得哇哇痛啊痛哎啊是蛮痛下的，哇哇哇哇很痛很痛，是真的蛮痛的。各位他们要专心的去泡澡了，所以呢我就坐在外面啦，这边好像可以睡个觉之类的，在外面坐着，然后叫了一杯二鬼七。好喝，太舒服了。好玩吗？目前我去过最大最好拍照的温泉，这样舒服吗？我一直蒸冷水用，因为太阳很大。为什么？为什么不要蒸热水？不过冷水很爽啊，就是没下去太可惜了。我们要回酒店啊，谢谢。我觉得下次有机会可以来，其实不贵耶，一个人才120-130马币，2个小时。两个小时嘛，所以我觉得是 acceptable 的，因为你泡澡也不可能泡那么久。然后这边的环境加上，有 sauna 啊，有 hot spring 啊，这些我觉得是 OK 的，大家可以来叫 Peninsula hot spring。我们现在去到了第二家的住宿，它这个住宿都偏 villa 一点哦。对啊，它比较像来 resort 啊。这里好舒服哦，虽然外面看起来不怎么样哦，可是里面是很漂亮的呀。我们只是没有来到对的地方，因为呢这里有一个 balcony， 哦，有游泳池的菜。 OK， 我们只放个东西就要走，我们现在来到晚餐的地方啦。我们今天吃的晚餐很漂亮哦，就是这家 The Conti。这里的 view 好爽哦，重点是这边很高级哦。帽子好好看，所以谁谁可以不要这样嘛，既可以借场，很害羞哎。因为现在看到这帽子是不是是店面 website 已经开始卖，有绿色跟巧克力色两个颜色，大家赶快去买。这是 starter， 然后好像是炸鱿鱼之类的吧。我们现在来吃一个炸烧豆。No， 它的肉很实哦，它面粉没有很多，这好吃，因为它刚刚好。很多肉很烂的，而且没有煮到很烂。Chicken wing， 哦，它的肉超级嫩的。耶，我的 pork chop 到啦。嗯，哇，还行。它的猪看起来很嫩的喂，是嫩嫩的。哦，好吃。哦。哇，我们讲 pork chop 哎，各位，这个 pork chop 差不多要130块马币，但是真的很好吃。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的第四天了。今天的天气好热哦，今天怎么会热成这样子？因为我们早上从火掉下来呀，是非常非常冷的。是带了我的外套下来，那你知道现在热到半死，我要拿着我的外套这样子走。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就是那个彩虹的屋子。可是这一次呢，好像更不一样啊，因为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是一片大空地的，现在已经开始装修了好多东西哦。我们的彩虹屋子就在前面啦，看看彩虹屋子。就长一样啦，想要大便。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些屋子是有人住的哎，就是这个人他是住在里面的哎。我以前以为这里就是装饰物哎，竟然是有人住的哦。今天的 outfit 是 colorful outfit， 然后我穿的是 Adidas 的那个复古长袖 sleeve， 然后下面是皮裙，这也是 Adidas 的。是 logo 在哪里？ logo 在这里。打算走一个比较复古的配色，然后穿一个小皮裙这样子哦。各位，我真的想大便哦，我觉得我不能再站着。就是我第一次来 Australia 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没有人来游泳的，然后也没有什么观光客的，很多人在这边晒日光浴啊这些。发现外国人真的好喜欢晒太阳啊。看好笨重的 jacket。跟旅行团也是有好处的，还可以随时带我们去上厕所。他人好好，带我去上厕所。我觉得我很麻烦，可是我肚子真的很痛。
Yeah, 我们现在到的呢是 South Melbourne Market， 就是澳洲很出名的一个 market， 就是有卖很多海鲜啊，卖很多食物啊那一些的。就是这里哦，这里不是一定都有开的，还会有一个时间，就是有些时间会开，有些时间会关这样子。听说这边的那个海鲜很好吃，它有点像那个什么，我们在泰国有去过一个 market 这样的地方 Chatu Chai， 对 Chatu Chai 的那种感觉，它的这个格局是这样，所以你一 lost out 就会 lost out。 它算是 shopping center 吧，是在地下 shopping center， 因为其实通常我们的 market 哦不会卖这种东西。It actually look like you. That's my mom. Ah, you're so famous, leh. Famous in Australia. Mommy. 哎呀，这里有好多 sushi sashimi. 这个是他讲我们这边最著名的那个 seafood gear。看起来我都不能吃。不吃生的，不吃生的。它的虾上面有那个鱼卵，它鱼卵很新鲜的，因为真正鱼卵新鲜的哦。是可以吃到脆脆这样的，嘎嘎嘎那种感觉。你看，哇，虾好实在哦！原来这里哦是有专门的 shells 回收的，你吃饱了你就把这个 shell 丢进去。它这里也有像巴萨这样的嘞，就是让你买肉啊，还有这些是已经腌过了放了面包糠的东西，所以很方便呢。马来西亚好像没有太多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会帮你弄腌过的、啊，通常都是。然后去到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 Aeon 啊那种 baggage 台，他们这边就有做面台，所以你买了食物你就可以过来吃，这边还有蘸料这样子。好，我们现在要去下一站了，我们下一站要去 try nut。 我们到了 nut 的地方，这里有各种各样的 nut， nut cooked by us， 所以那个 nut 是我们自己烹饪的。Do you want to try the almonds too? These are the almonds. They're good? Mmm! Yeah, yeah. Anyone know? Susan, 花钱了。很好吃耶，真的。Oh, it's yours. Yeah. 那个刚刚讲很出名的那个面包店。这是那个 Pandan Croissant， 我们来吃一下。Croissant 外面好脆哦。而且我喜欢这个 Croissant 的原因哦，它的皮不油。因为有时候你吃到 Croissant 你会很怕。以前我是很喜欢吃 Croissant 的人，可是到之后我吃到的 Croissant 外面的皮都很油。看这个完全不会油油腻腻这样的，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最著名的那种丹麦面包，里面有那个巧克力夹层，那层次超多的。嗯，这个你应该会喜欢，因为哈、哦、它这个巧克力哦，很多都是巧克力酱，把这个是巧克力颗粒吃得到的。蚕蛹现在要买海鲜了，哇，超夸张的。可以看到它龙虾超大个。各位，我们现在是这个海胆，因为我之前蛮后悔，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去过那个日本的什么黑门市场，结果没吃到海胆。它吓到我还以为这样新鲜呢、啊。是鲜还是新鲜？新鲜。哇，它的肉很厚哎、欸。很厚实哦。很好吃。很新鲜。今天他们有朋友。如果大家来到这个 South Melbourne Market， 记得一定要来这一间。Up to。Melbourne Seafood Specialist， 它是在一个非常里面的地方啊。这一间真的很好吃，而且它的肉那些都很新鲜，很新鲜。然后这边的人态度、服务都很好，所以我很喜欢这间店，蛮开心有来到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蛮厉害的。所以大家要觉得一定要来，这边有很多好吃的，很多帅哥美女，很多帅哥年轻人会来。嗯，看这里呢，就是 Melbourne 了。开始都是建筑物了，没有在那种绿绿花花草草的地方啊。我们现在要 check in 另外一个 hotel 了， Randall's Boss Hotel。 哦，哇，这个酒店，哇，我喜欢这个按钮，哇，这边很适合拍照哎。 Oh my god， 好漂亮，哎，有我们的名字哎，还有给我们贺卡哎， Mr. Chang and Miss Susan。 作为一个酒店，这个卡杯不合格，太难推了，它的卡杯就是来这样，是真的很难推呢。本来讲是半个小时，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现在走走拍照，然后呢等一下再决定一下要吃什么。CD 真的是跟我们之前在的地方真的很不一样。
好拍的，也是没有找太多的景啦，就只是来找一下 Melbourne 的感觉吧，那种建筑物啊，那些电车啊，来这样。现在是 Melbourne 的晚上7点，还是这么亮。来到 Melbourne 的话哦，应该是这个时期吧，晚一点出来拍照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给你们感受当作你们也在的那种感觉，我的视角。那边有人在演奏大提琴耶，我们又来到上一次我们来的亲亲店啊，叫泰国餐，人多到好可怕。130块，哇，那羊好吃哦，跟我们以前来的时候不一样。这是我家的猪排，好喝。早安各位，现在呢，我们就要来采 cherry， 然后我不吃樱桃，那我就帮忙采给大家吃吧。它的一棵一棵树下面都有很小粒的樱桃。那今天的阿菲呢非常简单，因为就只是在采樱桃，可以戴下地喵的帽子，穿一个 CK 的高领小毛衣，然后再穿一个小短裙，我觉得拖鞋比较合适，我就穿了拖鞋。Cherry Hill Orchard， 我刚刚偷听那个谁讲话，今天是 free entrance， 好可爱哦，我喜欢，很 cute， 你看，哎，这个啦啦嘞。平时进来呢 ，weekend 的话是大人22.5块澳币，小孩的话是12.5块澳币。菜场排 cherry 不是这样积极的，有漂亮的老师站起来。他原本不是这么积极的。我觉得 cherry 是个很好活动啊，看我是第一班同学，给大家看看老师多漂亮。OK， 我们有一些 tips for the cherry， 像这样子呢。比较红色一点呢，它会比较酸跟比较 crunchy 一点，但是如果你是拿一些比较黑的呢，它会比较甜，然后你的如果它是有那种裂痕啊，也是没有关系的，它还是可以吃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炒我们的 cherry， 我会比较喜欢酸一点的。然后还有一个 tip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的那个根留下来，这样子的话保鲜的长度会比较久一点，对，不会氧化这么快。然后 cherry 也是不喜欢水，所以你如果要洗它，你要 keep 它久一点的话，你要赶快把那个 cherry 擦干。这样菜场永远是围在老师身边。哇，这是 so cute。 老师刚刚讲这个很甜，我们 test 一下好不好？为什么跟我印象中的 cherry 不一样的？很好吃哎！真的吗？你从来不吃 cherry 的我。嗯，我很讨厌吃 cherry 的。它就是 taste like strawberry， 一点 raspberry 跟 blueberry 的综合。因为我是不吃 cherry 的，我们来踩一下。完美假掰。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啊！我在这一棵树收获好多。老师抛弃你了啦！我需要老师。采草莓很难是吗？就是采蜜是真。哦，采蜜很难是吗？哎，我没有给大家看到我们采的cherry， 多了，这两袋都是我们的。刚刚我们随便采吧，我们认真cherry不是人了。好厉害哦，这个阿姨，她采了超级多的cherry。你在一个大热天吃，真的很狼狈，整个人。我们要离开这里了，我觉得呢，这里可以推荐大家来。这边很舒服，第一点，然后这边很好拍照，然后这里的 cherry 很甜，很好吃。重点是这里天气好好啊！我们现在到了吃 lunch 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吃 lunch 的地方好棒哦，视野啊那些都很好，有给你们看。那边有一个小湖，还有喷水池，然后超惬意的。你看大家都在这边晒太阳、吃东西，超惬意的。这个是一个酒庄来的，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酒庄吃东西，然后今天
这个 waitress。有定位吗？你就回门去啦。我们现在打算来外户外拍一下照。因为午餐要等20分钟。来，各位师兄戴的是绿色的帽子。如果大家看我 vlog， 我戴的是褐色，所以我们是有这个双色系列的地喵基本款棒球帽。如果想要买的朋友可以去哪里呢？地喵 .com。而且各位收到这个帽子了，可能是需要你们这样子按一下。比较棒球帽多一点。比较 curve 一点，然后修饰脸型。这个字体的 logo 呢，就是我们也是最主要的 logo 之一。Chicken liver parfait， 又是生蚝，我的天啊！然后还有一个法式面包，这是蜗牛。要帮我当美食家嘛？因为我都不敢吃。我当美食家恐怖哦，正式 review。像什么？其实我好像吃过了，好吃。像什么？可以口雷哦，很好咬啊。You just break off. Thank you. 很香。牛腿辣。Different kind 牛腿辣。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腥，吃起来是蛮好吃的。好，来浅尝一下，这个是他们的玫瑰。香的，好喝。当然是有点呛，我不是很喜欢。耶，找到可以吃的食物了，我的鱼。我们现在要赶去看 Harry Potter， 没有电车是 no show， 对吧？我们的 show 还没有开始，所以是可以的。我们到了 Harry Potter， 据说这个要4个小时的 show， 我们现在来拿票。Hi， こんにちは。私はブラブラブラだ。So we just get this. Yeah, so you handed that pink picture. They gotta go in to hand out. Oh,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这就是我们的戏票啦。然后这个 show 是3个小时半。天哪，在里面3个小时半。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在看 Harry Potter， 我看了第一集、第二集我就没有看。Thank you. 我们现在进来了。前面票。我们看完 Harry Potter 了，好看吗？好看，好看啊，好看啊！推荐大家去看吗？对，价钱是有一点高，是真的。很值得哦。我跟他躺在那边盖着眼睛闭目养神，真的是蛮值得的。因为哦，它的整个 set up 啊，舞台灯光啊，还是一些魔术那种感觉哦，有点震撼啦。我觉得大家是很了解。然后当你英文很好的时候，我觉得推荐大家去看。Yeah， 我们来吃韩国餐。哦，两杯。很高温，哈哈 ，Kimchi 100分。哇，我们的 pop set 够够力哦。哇哇哇！哇你们很敷衍，是菜哦。很多人在炒我啊，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炸鸡。这是菜场有烤的猪肉哎，天哪！平常都是我在烤的，试试看，熟的嘛，好嫩啊！我觉得它炸鸡还好，好吃啊！啊，炸鸡不热的，其实这炸鸡是热的哎，我刚刚吃第一口，不觉得热。跟大家讲，我们再来一个猪骨汤，它的肉真的是只可以用入口即化来形容，太耶！ Yeah. 现在离开了这家店，真的很好吃啊！如果你们今天吃腻了 Australia 的食物啊，吃太多什么西餐的食物啊，你就可以考虑来到这一间。其实它是在唐人街的附近啊，呀，整条是唐人街啊。各位，今天是我们在墨尔本的最后一天咯。今天的我们是有跟一个当地著名的网红，等一下再拍给你们看，因为他本来是蛮帅的，他现在在我前面，有点不熟，所以我还不是很敢。我抱怨一下，对吗？听讲昨天是沙漠的第二天、第三天。对，你看到我们的差别吗？我穿短袖，我在买外套。现在温差超级大的，昨天是热到哇流汗的那种，然后今天是冷到我跑回去拿冷衣的那种，然后他就来不及拿了，就算了啦。然后今天会去的景点呢，都是这位网红他推荐我们去的，他喜欢的 spot， 还有等一下会去一间他喜欢的 cafe。我觉得蛮好，因为真的就是当地人喜欢，对当地人喜欢的，可能会。天
较不一样了。对比我们去 search 啊那些还要好一点。这是这位网红，他叫什么名字啊？ Ray。 Ray Ray。他推荐我们喝这里的咖啡。哦。好有感觉的一间店哦。现在店没有办法录影，所以我们等下可以拍照，但我们来录影。那我们买了，我们就出去再跟大家讲这个咖啡好不好喝。OK。买好咖啡了。Yeah, 我们点了一杯他推荐的卡布奇诺。我平时。他推荐你卡布奇诺没？ Yeah。 他给推荐酒哎，拿对我。恋情他讲什么都对。它咖啡味很香，而且它的奶不是那种重奶的，好像算好喝卡布奇诺，所以我不是很会喝咖啡，但是是好喝。这个咖啡店 logo 很简单，就是咖啡杯，有那个英文名字。它的名叫什么？叫 New Coffee Roaster。给你们看常勇跟他对比，他是不是很帅？是不是很帅？要带我们去他的秘密景点，就是很爱来这边拍照，然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真的好像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这样子，这里就是他介绍我们来的一个秘密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没有办法建筑物。不了没，雪。太慢了。哎呦，有人尖叫，被我抓到了。好可爱啊，呀 ，Hello。哎，你失踪啊？他们是一家人呢，超可爱的。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那个 street art， 呀，我们上一次也是有来过的，感觉跟之前没有什么多大的不同啊，但还是很多旅客来这边拍照。OK， 我们现在呢正要去吃 lunch， 然后 lunch 也是他介绍的一个 cafe， 叫 Creamery Cafe， 听说那边的评价是蛮高的。我们到我们的 cafe 了，就是这一间 Creamer。饿了吗？饿了，其实早上只吃了鸡蛋，我们香蕉。哎，大家人生好烦啊！啊，其实我帮他买过这间店，是哎，应该是有来过，印象好好熟哦。对，你们看他的手速超快的。我叫的抹茶latte到了，很漂亮的，看起来好喝吗？好喝，他的抹茶好好喝。是的，用好好喝，各位。因为我们怕喝抹茶喝到涩涩的，这不会。这个是我点的 mushroom， 然后它上面还有 eggs 的。Enjoy your food， 耶、yeah ！香菇好好吃哦，它那个 sauce 也很好吃。哇，你们看这里的，呜，很新蛋耶 ！Oh my god， 我要整个吃掉它。哦、oh ，如何？是你选的蛋啊，很明显就是了。各位，我们现在。在 Outlet， 然后我们在 Outlet 是 DFO Outlet。嗯，我们刚刚太兴奋了，因为我们一下到来，我们就看到 CK， 我们去冲去 CK 买很多东西，买了一袋啊、哦，他也买了一袋，这是我们的战利品。我觉得这边真的是蛮好买的，你知道，它一件就用了48仙，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刚好朋友有在，然后又可以扣多一个18仙，所以我们已经用了50仙来买这整个东西。如果真的想要购物的话，其实蛮推荐大家去到国外，然后去别人的 outlet 买的，进的货会很多，然后又很多东西会在马来西亚又没有，又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价格。我帮你推。不要停！我们等。OK， 看 ，Let's go！ 耶、yeah, ，我们现在向前走，好好笑啊，一个人在后面荡。哎、欸，有人去救他呀！可恶！我们到了我们的大的地方 ，view 超好的，在河边，就是这间呢，亚萨伯卡尼卡。我的朋友呢？OK， 我们到了我们晚餐的地方，叫拉玛多纳。环境很不错哦。哦，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间日式的餐厅，有没有觉得这个环境一点都不日式？好特别哦！哇，各位，久没后悔了，久没后悔。来看一下菜单。啊，这个是 drinks 菜单。走吧。Oyster mushroom， 哦，有 oyster inside。茄子。哦， excellent， 哦，
是我叫的 Pork Belly， 这是蔡文叫的 Grilled Cheese。他们又吵架了，你知道为什么我在等吗？大家都在拍照。各位，我们秒奔的 trip 就到这里结束了。要上飞机了是吗？我们已经准备好睡觉了。最后要谢谢我们的金主爸爸，谢谢我们的 B C 宇宙的陶立哲，谢谢我们的 A 先，让我们回忆这个书生的生日。大家都在后面等着睡觉休息。欢迎两台飞机，再见，晚安。晚安。